烤了两个多小时了，应该熟了，敲开看看。烤得邦邦硬啊，哎呀，炉火全灭了，热气腾腾啊。打开龟壳看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山村师叔，今天买来这人工养殖的大鳄龟，又宰来这小母鸡，我们今天做叫花霸王别姬，用啥驾驭的办法把鳄龟宰了，浇上开水给它把皮弹掉，把铠甲给它凿掉，把这层厚厚的膜给撕掉，把龟壳取下来，把内脏给它拔出来，处理好的鳄龟清洗干净，准备点葱姜，来上点料酒，抓捏出葱姜汁，加到鳄龟和鸡上，给它腌制一下，把小鸡里里外外也给它涂抹到，锅中倒油，油热倒入小米辣，炒掉它的燥气，泡椒蒜末，生姜拌上，豆瓣酱，炒蒜炒香，炒出红油，再来点豆豉辣酱，也把它炒鲜了，煎油，来点料酒，蚝油，盐汤胡椒粉调味，把料汁浇到鳄龟上，鸡肚子里也装上，把鸡放到鳄龟肚子里，再给它浇上一层料汁，盖上龟壳，来上一层锡纸，涂上一层胡萝叶子，鳄龟小鸡还冻好，再盖上一层叶子，锡纸包过来，给它包得严严的，还得给它来个五花大绑，朋友们，包成这样就好了，把黄泥裹起来，抹得严严的，表面抹得光滑光滑的。霸王别姬上烤炉，哎呦，哈哈哈，用炭火把它围起来，烤了两个多小时了，应该熟了，敲开看看，烤得邦邦硬啊，哎呀，炉火全灭了，热气腾腾啊，打开龟壳看看，哎呀，里面还藏着一个小蹦极，好香啊！来来来，是我的霸王别姬，你把这龟壳啃了，龟壳，这，你们吃鸡，我啃这个鳄龟腿。啊，这霸王别姬，做的挺有创意的。嗯，咱们啊，哎呦，这龟皮是最好的东西。今天这霸王别姬吃了个美。嗯，好看又好吃哦。嗯。